唯有是顶顶的所在，即马传出了25年到35年以来上低温的记录。这是新南威尼斯省西部偏向来的小镇，尽管叫做阳光，不过这礼拜六四季拢是白白的色。根据澳洲联邦气象局讲法，即阵低气压正打伫澳洲人口真侪所在，对维多利亚、西南威尼斯也阁有昆士兰个性，带来南极海域的水气甲低温，和阳光镇正侪四季拢是即色白色世界。It has been a number of accidents, minor accidents, thankfully, involving cars sliding off roads.We basically ask people to stay, avoid the roads or stay off the roads. 就算温度也伫零度以上，无路水所在也一直落大雨，真水灾害。气象局指出，这礼拜六前后几天内，新南威尼斯省的平均气温会比往年同期低至少10度到11度。澳洲面临低温的冰风暴，北半球美国地中西部到西岸是面临酷旱，甚至是森林的野火。根据当地媒体统计，最新一波森林野火已经烧掉至少3090公顷的林地。We haven't seen conditions like this since back 2001-2002, and I think we're even exceeding those extremes in several cases. 除了这个热天带来高温，美国对中西部到太平洋岸也爱面对严重的酷旱，亲像农业的冬天加州，当局估计超过70%的土地是严重欠水，农民对着今年的收成是感觉真悲观。公视新闻，齐家林编译。